用 Steam 给它热，调整一下。这样目前的感觉应该还好吧。可是这个要实际看过里面动的时候会不会卡？哦，安安，上一次的时候的确有卡，我后来回去有看的时候，本来我第一次玩那个上一次那个算第二次玩嘛，第一次我直播的时候不会卡，可是第二次玩的的确有卡的感觉，所以我很担心这一次会不会也卡。可是这是我调过，就是说让它比较把那个 3D 效果调低了，因为我自己调控制台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吧。好，安安啊，我最近把那个就是我那个史莱姆第一次直播的记录已经把它剪完了，虽然说我觉得很不像今那个像一个概要吧。我检查一下，哎，好很多哎，天哪！好，这边东西还没有清完，这边就还好，那就不用先太着急了。好，安安，这次应该会比较好，好很多。然后我旁边已经有个钥匙了，之后的时候再去别的地方看看。我被鸡顶起来，哈哈，还蛮好笑的。我刚本来讲什么，我忘记了。哦，本来要讲封面的事情，就是一些，因为我在剪嘛，剪的过程中，我想说要尽可能的。不要太过依赖说一些剪，太过依赖那些素材，奇怪。老实说，这个地方这样子弄之后很方便，就变成说你鸡不用特别去 care 说没有鸡这种肉类的食物找不到这样子。只不过它有时候藏得很深啊。啊，对。断呢？该死！你不用太担心那个。回来了吗？该死欸，他有时候那个东西就变成说，这应该不是 OBS 的问题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时候我先去那个很偏远的地方，直接把这东西运回来。所以它是熔岩加爆炸。其实我本来很不想这样弄啊，爆炸系数太高了，有点恐怖。我其实在弄的时候有点担心，我现在应该就清菜。很好。什么鸭蛋？我讲我刚刚的话题就是。那个封面啊，我都会尽可能的重画一次。因为我本身不是很喜欢一直拿素材来用，感觉样子超偷懒的，好超没有诚意的。然后我私下在整顿的时候，又发现了一个黄金史莱姆的晶体，莫名其妙看到，就先把它弄起来。你怎么在外面？因为有些其实
有些其实算是长期的，我就会尽可能的重画一次，就是画一个大致上的。可是毕竟要考量到说没有时间画的，会没有时间把它画完，就没办法画很精致。所以通常我都是用单色为主，像边界生存，其实我就是用单色啊，基本上。虽然说这个背景花的时间太多了。Niki， 感谢你的抖内。新面孔。我觉得要这样子吸，比较能够赶快把它吸光了。虽然感觉这成效不是很大，而且我觉得尽可能的话，把这些东西让它加快它的速度啊。其实钱不用很担心，我其实不担心那个钱。我真的不担心那个钱。这个是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先把草莓给存起来，所以会稍微，因为我突然想起来，好像有个地方需要那个。废话，你的那个 ID 就上面就写 Niki， 我不讲那个是，我不讲那我要讲什么？可能那个影片封面的图，尽可能的话，我就是用一些那个，就是单色啊。虽然说边界生存的时候画的是完全不是单色。虽然夜光还没，那个夜光已经够多了，可是，所以我应该尝试让它跟猫咪之类的混合吗？虽然说你要求所谓的高产量啊，什么东西的，可是我没有很 care 这一类的东西，我没有很 care 说所谓的高产量啊什么的，哇哇哇。反正弄得开心就好了。不要跑出来，不要跑出来。不过水性水死人我就没什么。啊，不见了。不见了。我就啊的一声，然后就没有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对，我私下的时候我先让他提早就是弄一些东西，比较方便我用啊。然后因为水性的比较不缺吗？所以我就先把它留着。而且水史莱姆的晶体其实要很小心，一不小心就那个没有了。那这是今天的，我要先去囤积赚钱。其实我并没有像阿神那样子采高那个高比价性质的，我没有很 care 之后我一定要这个啦，然后这一类型的高产量，我觉得就好了，没有很在乎。然后这个的话是公鸡两只，公鸡有两只啊。天天，等一下啊！我突然意识到很不妙的事情是，石头的它要五只哎，它要石头的很多只哎，还要三只。等一下。还会很累个吗？其实我很担心。帮我看一下会不会很累个。好多。不是重点，不是这一类型。
不是不是这种。没有啊，这边没有，这边没有石头的，我要石头的。我需要灰色。我需要灰色鸡的时候去哪里了？你奶又变身，滚！呼！你看我这边有草，救不完欸，天哪！没有我需要的。没有灰色的了，找不到灰色的。哇，养的不够多，哼。有攻击，可是，嘿，不够多。哪里那么多？呼呼，好哦，完全无视。是一般的、啊，没有攻击，其实还好，我还有。啊，去装点水好了，没有水了。完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先吸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冲过来，他们冲过来了。哎、欸，走这地方我好像走错了。没有，走这边也可以。我想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。我印象中这边应该附近有一只夜光的、啊，夜光的去哪里了？往侧边走吗？等等啊！哎，夜光属性要去哪里找？是下面吗？这里有点恐怖哦，我有点担心。我也想不起来具体是在哪里找到，我上次有看到过，可是我后面再一找想不起来。嘿，哈，那这边就只是水而已啊。对啊，应该要有一个是这边应该要有一只夜光史莱姆啊，难道改版了？改版之后找方向不对了吗？方向现在不对了吗？不可能吧？还有这是哪里啊？绕回来，天哪！哇，灰色鸡不够，感觉好像完成不了任务啊。
这边有一些鸡是，它这个鸡其实没有很，没办法很好分辨它，还差一只。哎，夜光神母的那个超大型的在哪里啊？突然嘴巴找不到，哎，想不起来，完全想不起来。哎，到底在哪里啊？好了，哼，把那边都弄完了，还差一只，我还差一只。因为我当时我在剪当初的片子的时候，其实还有。那个时候我好像在哪边遇有看到，我的确是有看到过，可是现在我就不肯定了。当时是在这附近找到的，奇怪。这样子会来不及。太快又出现了吧。哎，没有呢，吹不会，吓我一跳。难道这可以再往上吗？你可以再往上，先看看好了，看看情况。好了，哦，这个地方我来过，这边印象中会有很多 handhand 之类的。他吃了就很高兴，可是你还是会撞我，滚！然后这个地方有钥匙，然后顺便看一下，开了一个。然后这地方等下来，此地不宜久留，会不会揍得鼻青脸肿？耶、yeah ，好了，那回来这边就可以交差了。可是我还是找不到那只夜光史莱姆啊！但我只好先把那个草莓先存起来。我现在就只能先把那些草莓存起来，因为这个是他最喜欢的食物啊。等等哦。问清楚。
多东西是。好，这里。哎，你怎么出来的？哎，我没有吸他吧？那你得。再多一个，这样子方便我存。我真的有点偏了、啊。先存这样子的量，我之后找到夜光神母再说。先去拯救里面的可怜生物。我应该让它跟一般的粉红史莱姆结合，要不然的话，它迟早会饿死。其实我很担心他们会饿死，因为这并非不可能。哎，没了，很好。有时候，哎，我这都没有吸到吗？这很难吸耶！天哪！吸的感谢你懂内。水属性也超难用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这次没有吃到吗？这不可能吧？刚明就……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这还有这二吗？不可能吧？刚明明……看不到脸，有些我看不到脸。刚明明就有足够量的啊，怎么可能刚刚会没有吃到嘞？骗人！吸不到、啊，算了。我听到丢一声，好了，现在例行公事。这样子暂时不用愁吧，预防万一，先去拿一点食物什么的，避免我被攻击。不是有一次很不高兴的吗？不吃，刚丢给他吃了，他不吃。还被其他抢走，撒回。啊，他们没食物了吗？
我真的觉得这种都，这种在饿的不吃，他自己不吃，真的是很像活自己活该的感觉。可是我不能，而且鸡不会被炸死、欸，天哪！你看这个地方不愁鸡啊，绝对不会愁鸡啊。还是他们其实不吃鸡，不可能啊，不是吃肉吗？Gosh， 到底吃什么啊？天哪，不可能吧？鸡都被吃下去了、啊，怎么可能不吃鸡？再打下去，现在还会长吗？好了。算了，就先这样丢。我不信他们不吃。那个其实是蜂蜜史莱姆跟爆炸那个爆炸史莱姆的混合。好了，去找那边那个神秘的洞口。怎么了？等等，不会在啊，在这里哦。等一下，我拿。他不吃这种，他吃水果。而且这边这个超容易黑黑的，下面有什么值得拿的东西吗？没有。来啦，来到鸡，等一下，这个地方我来过啊。这也是在专门跟我搞笑的吗？这个地方我来过啊。Gosh。不要！给你们这些鸡 ，dash， 杀伟，因为我来过啊。意义不明。这边是相通的地方哦，天哪！感到相当的，还以为说这边会有什么新区域，不是，不是，哎，这边不是新区域，这边是我已经去过的地方了，这边就会回来啦，烂透了，开什么玩笑？Gosh！撒回，这就回来到，我这只是出外绕了一圈回来而已啊！天哪、啊，
好了，这个是不是等下就没了？没了，要直接重新再长。好了，所以它的那个门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多，真的没有很多。 我发现我的甜菜其实没有必要弄那么多，超没必要的，天哪！我在干什么呢？ 现在要做的就只是多弄一点，让它变得更有营养。应该还好。 我去四处收集一下水果类的食物好了，这样我才可以去弄那个东西。哎，等一下，嘿，任务，草莓。哇，刚刚应该先做任务。萝卜，走。 这里的食物印象中不少，其实没有很多，被吃光了吧。 这地方应该，哦吼，那个是太饿的情况下，所以就诞生出来的恐怖生物。嗯，目前就直接这样子的食物量，似乎不太够啊。 哦，这里有更新新的道路哎！天哪，之前的上一次那个我很之前的时候还没有出现。嗯，出乎我的意料。 拿点水果类，看这里已经没有东西了，小心不要摔下去，再重长，不够多。 够哎，这个。
还没有，这个还没有长出来。这边有一个地方我还没有看到过，看看，也不是算说我没有看到过，是哪里？还可以再往上吗？我不行。我去喽。草莓，我不担心了，草莓的话一定。Dash， 跟他们一起吸，然后连那个都被刺了一顿。哦，安安。接下来是再进去，差点把它吸到。好，继续加一点水。卡住了吗？还需要更多的果子之类的，总觉得需要更多。我目前就先这样子啦。先把这东西弄完再说。嘿，嘿，还有浪费，刚害我超浪费的，天哪！好了，不管他，不管，蛮浪费的。啊，我没有拿草莓吗？草莓被我那个拿去那个收回去了。这该不会等一下会给鸡之类的吧？不要跑！不要跑！他们还是会吃鸡的嘛，只是我还没有找到适合他们的食物而已。找不到适合他们的食物，其实有点可惜。
在旁边洗。好了。哎、欸，这东西没有继续。等一下，突然觉得四处奔波有点累，感觉我的那个储存系统没有很好。要四处跑，感觉没有很好，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应该把这东西放在外面，比较容易喂他们。哎呀，还有几分钟，还有四分钟，但四分钟之后我就还要回来一次这边，这样才可以让他们赶快种出新一批的植物之类的。农作物啦，其实这个游戏其实还是算在，它还是算在早期版本。早期版本的话，其实也是食物的他们。等等哦，我先存起来。其实有些已经，哎，好多哦，天哪！如果我没有提升过容量的话，那其实。我的枪没办法，我枪还要分批用啊！天哪，赶快弄一弄，等一下我要直接过去，直接把那个灌满。硫酸。而且我现在这个地方其实蛮惨的。我的那个死癌，那个一些贬值变得很严重。然后我现在该干嘛呢？把一些可以先收集的先收集起来好了。这个50了啊！天哪！太多了，超乎我意料。天哪，东西超多哎！钱变超多，好了，然后从这个地方直接过去。直接到最底下。哎，可是这样的话，变成说我还有个地方我不知道它要去哪里啊？哪里还有这种东西啊？看到一堆水果。
很好，这地方吃。 爆掉了！他们会吃那蒜？哎、欸，不好，快跑！既然这边东西拿过了，那我就直接往上走了。 印象中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是我还没有去过的地方。这边怎么瞬间就这样子了嘞？好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先闪了。 但水果卡住了，把这丢掉。经过这个地方之后，哦，这个地方马上就开了。Mine, oh mine. All I remember is my project. 矿石区，哎，好棒哦，还蛮漂亮的。那边有个神秘的，那大概要从那边飞过去吧。哦，天哪，让我喝一下东西。 跑走喽！我来了，正如我走了。好嘞，专门吃甜菜的。他吃青菜。嘿，烂死了，这地方也有。 有地方走是一样的，是蘑菇，上不去，可恶！嘿，这不是刚我来的地方吗？就只是一般的 hand hand。 没有必要啊。
我现在是处在乱走的那个情况。啊，这个地方应该要有那个，这边应该要有那个神秘的东西。飞呀！是这个。会让你生病。这可以再飞上去吗？啊嘞？啊嘞？这是哪里？哎，这里也有一只。嘿，这里的湖泊都不巧，都没有长成熟。对啊，抓到了绿的，还有辐射，可恶。绿的。把弹走了。我那个吗？看一下。然后好像看到有什么神秘的东西，我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 SK。啊！吓死我！所以这边接下来要去哪里了？水上？是我接下来去哪里啊？这边还有可以往上的，这往上怎么往上？不行，这边不能吃，不能拿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扣欧卡欧卡，这是什么神秘的植物啊？有什么东西是吃这个的吗？这里好复杂，好大哦！天哪，还会攻击？哇！因为这样子，我没办法。这是哪里啊？这边没有传送阵之类的吗？应该要有吧？
有呢。这里好多那个。啊，从这边回来了。嗯，在思考接下来我要把这个养在哪里。等等等等，因为能养的地方其实已经不多了。加一个，等一下，这个辐射的是会怎么讲？它对我造成什么影响吗？它吃青菜。只要接近，接近就有辐射。他喜欢吃这个哎，天哪！哇，这样子只要把那个粉红色猫咪给去掉，换成别的了。那就我要现在准备一堆的那个怎么讲？啊，他们不吃这个，扔错了。抱歉，扔错了。不去额外去养这个东西。嗯，没有地方可以种这个，稍稍有点麻烦。接下来这个可能就不能种，就改种这个好了。辐射在下爆炸，你是害死人哦！收集足够多的胡萝卜，这已经没有了。我吃青菜，所以。我现在身上这个果实基本上是处于超没有用的状态。不能不能用这个，这样其实鸡没有很重要了。我只要把鸡舍全部挪到旁边，就这边再变成一个农场这样子，这样也算比较好。等等哦，有个地方我很在意。目前的话，我应该所有的都遇到了，这边辐射的，然后这个的，对，基本上应该要有的都有了。猫咪很多，不对，荧光的最荧光的比较多。仔细思考了一下，荧光的很多。超养工具。突然想起来。把这东西一起给他，因为只有他爱吃这个。都在里面。等一下，采收时间。
这样子应该就不用太担心了。其实钱已经没有很重要了，我基本上我该有都有。等一下，任务啊，但是好少、啊，他要的东西好少、啊，没有想要清仓。不对啊，剩下只剩下大概两只史莱姆，那个大型史莱姆之后，还有哪边的门是我要开的啊？还有其他的门吗？还是说其他就是直接传送证给我了？好像还有一个那个芒果找不到哎、欸，忘记是不是叫这名字？印象中是芒果没有错。他们说稀有矿，我说胡萝卜不需要特别蠢，我搞什么鬼？好了，这样他们就有够多的。我应该现在懂了。看嘛，这样他们没有食物吃。对，他们还是吃的，所以是还够的意思。哎、欸，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耐饥饿，天哪！哦，没有，专门吃水果的。这样我应该要把。先把那些浆果拿一些回来给他们吃啊！猫咪那边的实在太多食物了，他们吃太多，吃太好。蜜糖哦，哦在那边哦。我在思考这边还有多少个是可以，这样做有太多夜光性的，虽然给他吃一般水果也可以。我是不是应该给他放哪里啊？天哪！哦、oh ，这样放啊！天哪，祈祷它赶快长出来。其实长的速度应该算快。接下来去哪里呢？先要找更多的那个卷心菜，是这样念吗？突然觉得啊，我应该集中把一些东西全部给收，好好收起来的话，那我就不能够再让这些东西占着我的那个仓库了。有些东西就乖乖的，就应该好好的拿去当做什么，有些比较稀有的再存起来，这种。
大众货车应该是直接。应该直接那个换，就直接弄掉就好了。就要特别把这东西存起来。当时只是许，当时是没有容量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啊，忘记用这个猫咪的。跟夜光的。啊，夜光要这么多。啊，不巧。真不巧，啊，只要一个，这波射进去之后，它就算在里面了。哎，没有，它喷出来了。想一想，把食物放进去，把稀有矿物放在这边好了。为什么还有一个跑掉、啊？哎，还有一个在旁边，稀有矿物，黄金的。接下来就可以囤其他一些我需要的食物。哦，他没有去吃，可恶！等一下，他现在是吃不了那根胡萝卜吗？其实接下来应该也是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要用了，感觉上啊。就只是要收集。我觉得这边这一摊可能到时候要清理掉，很可惜的是要清理掉。没办法养那么多，需要，因为已经太多类似的东西了。哇，好多哦！天哪，这我大概之后私下解决好了。等一下。不晓得先解决哪一个才好。四个够养他们。好的，差不多。基本上经营就差不多这样子吧。嗯。
不，现在都还只是那个都还是在，他还会有在改版什么的。这其实这个也很难说。哎，等一下，弄错了，可不，像个白痴一样浪费。不对，这个东西我要直接弄的。所以再过去拿一堆的蔬菜喂它，喂那些家伙。这样子，在之前我先把鸡处理掉。对野任务，丢，这是鸡。好了。太多鸡了！啊，有鸡飞出去了！这边鸡可以去掉了。等一下，这两个是有差别的吗？哎，有呢，能够，因为我太久没有看这个东西了。好了，好，接着这个就是先不管，没有什么要种的就先不管它。不用，这其实它这个其实不是很需要说那个刻意用。这个还比较需要一点。侧边弄比较麻烦。哎，这竟然算是蔬菜！天哪！找寻更多蔬菜。他们喜欢水果。那是单纯的吗？哦，不是啊 ，fruits and meats。这边走一下，我印象中这个地方有不少，有不少的胡萝卜可以收集，超多海量。
稍微这边收集一下东西，我就可以走了。再过去那个地方找那个，有点在意。 鸡怎么看它就只是一般晶体，其实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，就是了。鸡是食物，对啊。不过我们这个主人翁比较厉害，那个可以熬夜，然后也不用吃东西，也没有左手。嘿，这蛮奇怪的。嗯，这么快就有那个。 草莓哦！但我刚看到它要多少草莓？乱飞啦！ 要看他那个任务的那个任务委托者是谁了，懒得看。好了，然后现在要去的是，没记错是这个方向。 让我思考一下。 这边只是为了找那个，我看到怎么又冒出来？再见啊！ 不妙，这样子的话其实不够哎，因为它主要吃的是甜菜，哇，这样子不够，不够喂它。这样子的话就只好回去在那边附近找那个可以给它吃的蔬菜了。 看到一个不妙的东西，跑了，绕回去。
对象还不够，要找他爱吃的食物会比较快满足他的条件。那还可以住嘞？ 追上没什么用。 这种发光性质有点恐怖啊。 吓我一跳！ 还好，还有学会怎么使用这一招。你忘记从哪边来的？我是从那边来的，那应该是往这边走，没有错。 我要拿走，可恶！嗯，蛮恐怖的，跑，跑就对了。 瞬间来不及，哪边才是正道嘞？我不禁怀疑了，好多地方可以走，天哪！ 而且我的胡萝卜好少哦，不对，重点不是胡萝卜，重点是我没有找到那个甜菜。 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甜菜？印象中啊，这个地方不是应该还会有一个其他区域？不是还有一只吗？ 正好修整到这边是吧？感觉这边应该会有其他的。我印象中这边应该还有一只啊，总共有两只不是吗？还是我看错了？不可能吧？
我已经应该没有残到这个地步吧。哎，怎么还有一根？啊！这哪里？哎，这是什么诡异的地方？我回来了。大师，不要再攻击我。我下意识觉得这等下会有很可怕的地方，这是哪里？哦，这里哦，这是另一个传送阵了，好棒哦！那不知道怎么还带了两只回来，不要，你们走。你就在这边生活了，有只人掉下去。他们是啊，他们不是吃这种的。想不到用这种方法，用这种方式吸会比较安全一点。好了，他们都是吃水果的。哦，他们什么都吃啊！好了，捐给他们吃啊！突然意识到这个其实。没有要用很多给其他东西吃，没差。没有生出新的。还有多久呢？四十几分钟。那我就不用再从很危险的地方走过去了，好棒哦！好了，都还没有长好。我出去的历险才一下子而已嘛，嗯，好，现在看一下我们有任务没有？没有，今天没有任务啊。七千了，天哪！给他听音乐。
这个本身就有音乐，不用管。很好，应该还会再涨个两次吧。 水果的吗？看你要找到它爱吃的东西了，还是要尽可能找到它爱吃的东西，把它塞进去。辐射加蜂蜜会变怎样啊？突然好好奇，试试看好了。哎，它这样，而且如果用的那种方式的话，其实就不用担心说。 基本上，植物跟水果它都吃了，这也蛮好的。很好。 忘记太久没有喂他们，来你鸡过来，吃饭呢、啊？弄错，好了，多天哪！有时候真的很怀疑说，这个还有需要干嘛吗？ 到这边已经算超稳定的生活了，感觉没有很需要的地方了。好了。 完全不管股市如何，我就直接这样全部丢扔出去这样子。<笑>然后呢，就是直接去找那个，K了一下。 其实也 K 了不止一下，天哪！K K 感觉蛮让人忧心的，很好。 一种非常那个，非那个什么，非常和平的游戏啊！<笑>我有时候他那地上的一些石块让我觉得很好奇，让我想说到底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其他东西，吓我一跳哦！K K K 的。 没有长出来吗？嗯，这边稍微有点远，可是其实也就还好。
现在找那个，找需要的那个石，哪里啊？这边还在修啊，马上就陷入大危机，怎样？ 走人！哎呦，这里还有箱子，开箱。它的那个芒果在哪里啊？另外一种食物来源到底在哪里？我都还没有找到过，天哪！ 这个吗？难道我在这边等吗？嗯，在树上，啊，那个吗？ 还没有长好，天哪！它还没有长好，天哪 ！Bear hand， 你好。这还没有长好，天哪！运气也太差。 等一下，那一座岛屿是什么？所以这个东西的规模应该是越来越大。等等，在这边观察一下这个岛，那个岛有点……等一下，不对，那个应该不是之前我用那个粉红色史莱姆的地方。 我是有看到在树上啊，那个那怎么讲？那叫什么薄荷芒果吗？是在树上没有错啦，可是它还没有好，不能，它本身都还没有长，那个长出来，你是要我怎么去那个把它抓？ 它没有成熟，没办法把它给弄起来。我要等它成熟。嗯。 巨大蜜糖史莱姆有在这边吗？这么神哦！到底有多少地方有啊？现在如果硬是要找的话，应该。
往上找并不，并不一定能够找到我要的东西。在这地方，在超高处的地方那边找会比较有效率，只是我还是没有找到一些。被这么高的地方之后，又变成恐怖生物了，哎，盖衰。哎，这个任务我来过吗？有点搞混了。我看到了，我等他回一下。我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哦，有啊，那个。有啊，看到看到，在那边而已。这里，哎，可以再往下，往下可以干嘛？哦，并不能干嘛，毫无用处，但是啊，不能，我不能，我现在不能喂它。其实目的到了。应该这里卡住了。有时候他那个会把我黏住，会麻烦。传送点在哪里？我想不起。Gosh！ 啊，对啊，往这个地方走就是了。住手！坏了，怎么统一都是在这边呢？也太统一了吧！好了，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做。这样的话就开始养了，很好。然后 bear hand 的话， bear hand 其实不要担心的是任务。担心是任务需要，所以，哎，有不能被我打出去的，不要跑。外面还有一只哎，可是他就待在这边，好多，好恐怖哦。然后浆果那一类东西。饿了，这么快、啊？好，然后把这东西，这个要存了，所以尽可能还是给他吃草莓之类的东西。
了。薄荷芒果需要，薄荷芒果也需要大量生产，麻烦。有很多草莓，印象中应该还有一只，应该还有一只是那个要吃负责，或者是甜菜那个什么甜菜根的。整个喂食区，我现在角色会被粘在那个边，那个会不会粘在那个什么它的那个物体里面，有时候会卡住，那我就没办法很好的走来走去，有点麻烦。别把食物卡住了，别真的拿不到啊！拿不到是个麻烦。这样我就算喂食区啊，那应该是我养太挤了。太挤的关系吧。新区域的话，算是有开吧。好，那我们来测试看看我们的。长好快哦！天哪！哇，这样子管快超多哎！辐射的，然后再加上蜂蜜的，不知道会变如何，想试试看。意外的蛮可爱，就只是旁边只眼睛有点像猫咪的感觉。有时候是发绿光哎，天哪！好，就让它维持这样就好了。鸡啊，会不会有辐射啊？天哪！可惜是鸡，那种鸡那一类的不能够养，养不了的，太快喽。他这是吃蔬菜的，还有吃鸡的。
单纯吃水果跟蔬菜。哎，我刚不是有看到一只吗？在这里。这个就是专门吃水果跟鸡的。为什么我这样子这么远还是可以被攻击到啊？也太怪异了吧！我不是很理解啊。哦，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哦，好多哦。哦，因为给他吃他爱吃的东西，产量是两倍啊。这真的很理所当然的，天哪！哦，这一类型的我不要，这种类型的很麻烦，这种类型的你，这个我没有很需要。这种叫史莱姆的其实很难抓，除非说你本身养就是原生种，要不然的话不太可能养这种复合类型的，复合类型的就比较适合去获得一些像是那个农作物啊、鸡啊，然后跟晶体。可是那种复合史莱姆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你没办法做这个任务，他就只有这个做不了而已，其他都还好。我说真的。蜜糖史莱姆怎么了？他的晶体这么低啊？太低了吧，产值低到破表哎、欸！嘿，啊，没有甜菜了。也不一定，因为有时候猫咪的跟太容易合，他们超容易合体的，随便弄一下，突然莫名其妙就合体了。啊，黄金史莱姆那个超难遇到，我想看看说这个到底容量有多少，应该有到100哦，这应该是容量到100，差不多。连本身这个在收集的容器都是到差不多到100吧，我估计。那其实复合体那个复合史莱姆，做复合史莱姆的话，其实夜光史莱姆怕那个怕光的特性就可以解除掉了，就不用很担心。我蛮可惜的是那个水属性的史莱姆就不行这样做。吸不到那个，那个吸不到。嘟嘟嘟嘟嘟。
哎、欸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他出去？怎么这样晃进来的、啊？天哪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是双向的吗？哎、欸，是双向的哎、欸，这我是真的不清楚了、啊。这也是双向的。 传送门呢、欸？这么贴心哦、喔！这些也算不上是贴心了、啊，好少。嗯，多收几点吃的。 印象中这附近应该还有一个啊，这也不可能那么少的。 啊，没得那个了。 飞呀我！哦，甜菜根。嗯，我们的憨憨不知道在干嘛。而且他其他的那个名字取得蛮可爱的，像这个时候，哦卡哦卡，其实我不是很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品种，有点像。 不知道，我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果实。然后还有一个是 Harbit， 其他地方可以走。嗯，不对啊，这个地方是我来的地方吧？是哎、欸，然后那只鸡还卡在那个地方。 他们就会回来，所以不要往这边走。嗯，不可能啊，应该还有一只啊。 先等待一下，等它回。好的，上去了，然后就可以走在这个。该走这路毫无用处啊！嘿，是我记错了吗？还有一只。
哎呦，好危险哦！哎，应该还有另外一只也是要专门吃那个、啊、吃这个算是铁。哎，去哪里了？我记错了吗？他、啊、那边这一只也很可怜，卡在这边，也没有说多可怜，只是他智商偏低而已。哎，奇怪，要不然这能在哪里？真的只有这一只吗？嗯。还有这个地方没有食物，我好快饿死了，吓我一跳！刚居然没有食物，他们就攻击我。还在攻击我，天哪！嗯，不清楚，你搞混了。那是特别可怜。这样还有哪一只是没有喂过的？哦，蜂蜜对不对？蜂蜜的我还没有喂。可那就变成说你要主力要去种那个芒果。啊，还蛮多的嘛，种植的方式的确很多。欸，说实话，我现在把那个辐射的改成那个样子，把蜂蜜史莱姆改过之后，其实他没有很需要特别吃这个东西。充起来了。嗯，等一下，芒果算是哪一种食，哪一类型？突然想不起来，芒果算它的那个芒果算是水果吧？对，水果。所以到时候还要弄个浆果什么的，跟他一起拿过去给他喂他。好了，好了，那我想今天就先这个样子喽。对，我觉得大部分我该做的事情都，我想要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，没什么事情要做。之后大概就只是把那个史莱姆都喂饱，然后爆出那个钥匙之类的之后，然后就看，我不知道它的结局算什么样子的，其实我并不清楚。反正这东西到一定程度就算 ending 了，实质上的 ending 吧。哦，已经499了，已经要500块了，那黄金史莱姆的那个晶体。A quick new bug， 我不是很懂它的标准哎，天哪！
那其实你发现你没有什么东西要用的时候，你那个东西真的是少到怎么可怜，两个跟六个弄下来。好了，来弄喽。哇，超多哇，超多蔬果的，天哪，超爽的！对，在这边，先把这个存着，免得到时候我要用。好了，芒果又快好了，天哪，好快哦！而且自己那个这样子种出来的，比野生的那个在那边找的还要多，还要快。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？哎，怎么会有鸡？哎，那有鸡跳出来的吗？嘿，稍微，为什么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吗？嘿，来把这边放好。还有一个地方我想知道的是，水能够存吗？不行，呵呵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先这个样子啦。这样子的话应该只剩下，因为我找不到另外一只，所以它应该只剩下一个是。应该只会剩下一个，那就是那个蜂蜜史莱姆的那个大型的，因为我也没有找到辐射史莱姆的那个，我没有找到那种大型的那个辐射史莱姆跟爆裂史莱姆之类的东西，所以应该只剩下那只蜂蜜史莱姆才对了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先这个样子啦，然后就可能下一次或者是下次，大概这个就差不多完结，估计啊。估计是这样，好，今天这样子哦，完喽。